这个是偷到了嘛？哪儿折了在？看慢点儿的。这儿岷江桥这儿在修这个桥，桥垮了。小里面有人哟。嗯，还小，有人说你妈的给你开了个门来就关了。这个人妈的，你这个你还两个吊起来，吊车都吊不起来，两个吊车。这几百吨这个？他妈你们这他妈的好长啊这个东西！这起码五六台。我大批送了不少的人。这里有抬哦，抬了个过桥，哎呀，硬是嘞。弄出来一个。但是好多的，他没好像那儿还有个空隙，你看到没？